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金光时尚》节目。啊，今朝节目是这里，今天就是听许元志、王莹双档台唱的长篇台词《三三》，倾听的研究会。我的左右相差呀，但我想不理想来帮忙的老师，想不到个老师本女把水分扣来没有姐姐两位帅爷吧。也想不到个两位是要个徒弟呀，到你这个地方上就发个农拉进去，看你一到那个哪里也不胸部啊，拉到我们不老里的屁股，拉了腿呀，剩下的徒弟发动呀，那你胃口没有的胃口品，加上我个将领偷在这个白素厅那下，那么个这白素厅啊。不少用人也比把出现用得到大厅够得上午个大厅往上甚至的机制用得到大白说厅其他用不到个不少把人当中一个十根的头肉这下的头肉发动了挪个家里偷得个大白说厅让咱们弟兄两个的岁月松啊吃力得不得了黑得了哎呀哎呀叶冲啊，哎，个中间靠叶冲是谁？啊，大神啊，你这进来老子要当兵哎哟！那么个将领不如人，上到那个头上给他把书听两下，给他们别说我走，我连个地方都没到啊！我是湖北这些，都是很奇怪呀，不是哎呀呀。幸亏这个被冻儿了当八虎一的心里面下得龙江出来的根本是他一戳一戳把戳在地上跪着冻儿挪着死根挪着痛的地浪下去挪为他听浪下个高山不得了发展的水姑娘为他听的样子家里也想幸亏的一被冻儿为一个罗山死这两个徒弟打杀死自个一堆病人让不动这还能积累啊两位师兄小弟与力量哎呀我不鼓掌的还不鼓掌啊八三三零零三哎呀说是当我永远的那三个三零零三怎么呢把他地带龙子个地设定领上出来呢你到底叫发动呀不然永远替牙克的嘛来来先是把你要设定领上你当时靠台子你是个假杀了嘿然后江里龙的米空帐和熊熊红的定了狼呀杨木听到哎呀呀弟兄听到杨木听到吗没听到啊一定要弟兄听到叶冲啊老老你呐跟人家东西拿不听留着呀、哎、见你怎么不肯走哎哎哟跟我们俩得帮我刚刚说抓太厉害了那位真厉害杨木听到弟兄听到这你怎么走这你看讲的话你怎么看的话这是用的两个多的努力也陪们挪个将领就说陪了上水里像什么嘞到底得分陪住上水我是在动的不如不动啊上八号盖里做的生到上午水阿动到底是你不动是用一个听那下中国当中一句话两方比美两边对对那下云都压个名字啊就上水里下啊到底压个名字红色中国是个呢推了上水里分推出我水里下包含两个位置啊我就应该嘛差不多的是老子们中国第一个位置啊你们中国第一个位置呢介绍里头也是第三的龙车的啊你们再去中了第一个位置一下啊等我到一二岁的一下去修了个第一个位置啊当官后是身子骨头的刚才你了送走我们的门人带的现在当你没开心你想我来送子走吧这一代里向大汉都别说挂了骨的像牡丹老师江佩琪天
用啥？江里一姑哟，哥哥童儿漂亮的了啊！你花妹表示送过于高子，没看小月月，到底顾家。啊，是。答应这个来对待多的一门人，让你都能叫他去。共治用啥？哎呀，不管叫他对我哟，爷娘高，不管叫他对爷娘高啊。啊，早说都要你哦。哎呦，我要举手来替你背书哦。好，这个江里个背书，不管多细的呀。俺想这个童儿给他烧个老长辈来讲，找一个嘛对面不是叫你老娘高了，一个叫你董叔来了。这个你叫你董叔是我要叫你董叔是我的龙活动，你吃得了。杨我听用着，听用着，仔细兄弟呐。听啊，下辈哥也不是当过七岁了。这背了哭了，哎呀，花他两滴酒嘞，沙巴水杯。爷公啊，哪老那么多呢？几斤一担？那么你担配的呢？啊，配的了呀，要到一个配的。怎么你这病是不像呢？我要像了哟，破金啊！一句啊，分都这样个配的。根本你我们做兄弟呀，城里上城后面家里来不么？你还叫你来不么？李四我也别开什么米馆，我别我来的。不是拿把你头上过了的就啃出来一句好的。啊，只有过，怎么只有过？啊，弟兄，有个格子格子来啊！啊，我冰箱。个家就靠的一个是阿鲁新疆，你要叫什么新疆？小李新疆，哦，你倒是一块老家，哈哈哈哈，去得去了，你倒是老去得了，甩个到倒出风的，好，我那巨人里面的出风的。真记得吃豆子好的用的了呢。这期讲不来是别来把他别来把他那个杀鸡的。这个梦想记得他知道不啊？吃姜比拿姜，咱们连而罗列的姜，精味道姜的姜啊，把把花心老姜。味道讲了讲，哎，那讲到没好不讲喽？这个有啥好不讲？真记得，上帝嘛把女姑那个梁子说出来，哎，当中一个你落个我，我的那个奴的你唱个女，奴个我心差的八岁岁个不理了，哎，是哪里我嘞？那么你姓姜嘛，我要看看你啊，姓是姜要看我，看我什么？那么姜炮公是那个少爷？哦，都是冷门户嘞。同姓不同俗，哦，同姓爸爸同俗。哎，哪个是你超过市里那个坏里坏个坏身子啥的？是哪里话嘞？哥们哥哥，姜四军嘛是那个啥的？那是一龙一出带三龙个姜四军出来，此姜不比那姜。哥们，我爷们呢？你今朝到给他来嘛？为是来想你了，为是来打哭。哦哟，那个哈气打不完啊！我来想你，西头少年，每三个少年来想你。哎，不是的，不是嘛，连手到只有嘛，总归大人家来想你了，大哥，干嘛你现在来做啥？是对来这个，
遇上贵姑父为首来说说好，今日小弟到来非为别日，那么你们讲就是非为别日，我不是为不养自己，我就应该问你啥子多啥子的格局感不清爽的呀。啊，没说啥非为别日。哎呦，可是没呀真好啊，那个马兵够夸奖老兄的苦哦。我们不马兵真呀，哎呀是哦啊，你是非为别日，我看哪里像我嘞？一招非打招为别日了，还是哥哥？哎呀，是哪里我嘞呀？大伯好来了，旁听好些哟。那对面坐的那是俺本人呢，也真水过来打头都对俺你懂。非为别日嘛，不为别个事情嘞嘛，你啥事情？咱哪位这个？根本来呀，不是为不要事情嘞嘛，来做事呀。哎，咱们你来耍无忌，因为我叫恩师大人，你这里有一方心心。哎，老三我，放着老三我出来，哀风信不呢？是啊，林小弟拿着弟兄，信件拿着了，压在背包中。那你到来听闻恩师大人将这杯底有怎样的出毒，所以陛下恩师大人往本女做女敌人外风，所以听闻师兄将这杯底有怎样的出毒。啊，你说你做牛，你来问你呀、啊。啊，干嘛你为主席挪配牛啊？擦擦擦擦的，杀杀他妈啰嗦！啊，哎、啊，可是太过分噻！我挨了嘞，我天一再来吧。你在喊无聊？是是是，明不了。啊，你要听个喂我，晓得。啊，干嘛记住你？做我姑妈熬夜门呢？你为是做我亲姑了，为是做出丈夫。哎呀，家里想耍家耍多的，你个这么叫愚心？哎，是吃不吃的，低不低，重不重？俺娘说是个月窝里闷的凶了些。你为是做亲姑，为是做出丈夫。假使在我说起来，我就听不。李大国先生，你自个是听啊，听了发难分。那么我说，假使我就偷丈夫，李大伟发起来，你老娘搞这样子没了啊？你在偷丈啊？没没事的了，这还我理我喽？小弟们听不也不听，丈不也不抬。啊，你也没调皮过，那我理我喽。啊，咱刚说起来嘛，我送给你两个人啊，啊，你是亲姑，哟哟，小弟真当这个亲姑，妈妈熬出来这是做姑嘛，也做亲姑啊，然后别做初丈夫，你放这个猪肉，你做初丈夫啊，小花仙什么体力嘛，啊，叫做也不丧失够力哟，那么一条绳。掉杀了女锅里香了哟，不要说了，哎，掉杀去了，你要去装么样要掉杀出个，我们不会太当的，记住你走经过嘛，熬呀咔咔的，不一张屋子把你摆摆，爷个，不一张屋子把我摆摆，咔咔的，什么爱情啊啊，一张手。可是没到了黑娃，好啊！啊啊，你听哈子哦，啊呀呀呀，一个人啊，挑子一副个乌的，拿一条高粱枪把追，啊追追吃力的嘛，你一副乌的像吸了一条高粱，啊一根笔的往了一条高当中嘛，杀伤力的来一个人嘛，一个不小心嘛，一杀出来拿一根笔的，然后不是一来一飞嘛，一个跟到第五期嘛，啊，第
开始一个骷髅的哟，哪里一塞我们塞龙塞他，那么两个的动起来，一个是你要背为我一队伍，一个是你要背为我一个骷髅的，你当到你我们里来嘛，你难扑住。我当时拿一双袖子的开个骷髅的，最终小小的事情我见不过。那么手里呢，你要过个张盒子呢，拿背。他们两个人都不好，一个抱有太久抽筋，一个人将这副问在病在机房之中，医不好，将他们两人一同赶出去。哇，你不会走天姑？要怎样？你要走天姑嘛，不不是杭州的哟。哦，你走了要么走的，我告诉你，你们欧洲那么不好啊，你把两眼子，那么你都两个的那身份嘛，你不理都啊，一个嘛不理呢，一把两嘛，但是你误的嘛，别说再去开始的误的嘛，啊，一把两嘛不理的开口了这个你去哭个头哟，教室里都围要屋里门等了倒霉。让荡起来嘛，你到了要有耳朵里立起来，你到别东西要看我到了要给你哭了。啊，个中斗民估计做你啥事情呢？哦哦哦哦，那是俺从台北嘛，我话不晓得有几岁了，大爷问问你。啊，师兄，喂，请问师兄，你们哪一位大师兄？俺几个老辈。到了过你啊你啊，这两个手手的好不像啊，一米就是光个米的给米玉米嘛，十七零三跟我的嘛七不送根，你还不提醒你劳动应当第一大位置啊，那些走了第一大位置里呢，这位是大师兄难提过知了哟，我那也还叫我知了哟的。请问大师兄，今年多少苗龄？各种看来你也不懂，苗龄们几岁？啊，王苗龄啊，苗龄巧文的龄儿。地址是青城。啊，定城啊，分定城。哎，贵庚？啊，说个贵庚，不行。贵家是？啊，比嘎子啊。哎，哪个龙不明白？一年级啊，吃一级啊，我要吃白啊。今年几岁了？几岁嘛？几岁的当上个头名个铁盔，我个岁数嘛，拉拉个啥子八十岁的，你嘎子高的，岁数也嘎子高的，哎，啊，你七岁。哦哟，没多了，还是我多的多呢。哦，请教导啊。嗯啊，郎中大哥啊，大哥兄。哎，这里是鸭子。鸭子我分亲戚的哟。太夫子。太夫啊，我晓得啊。哎，这里是名字。名字嘛，名字嘛，那太夫那大龙。我名字叫娃董。对你一个洞，哪有个洞啊？木洞个洞呀！这叫双啊，双啊嘛！那么你是一个双啊，我来了分担一朵地的呀！哎，这么多的家说真门真搞不来，哈天大不来这个哩。双啊嘛，你老三我分担一滴了。哦，熬一个板鱼，你送一个双啊不我请教了。那么我什么不说出来了，看看你，笑不你哭。好啊，熬个地驴子来笑个地娃，哎，哭那个孤啊聪明。晓得。第一个是买手臂嘛，一挖我的嘛，也是一挖了，那么在我的这个一批这个批的上帝了，当中也是，那么讲你意思，你个地里一个比我强着了，一个小王八，哎，
那么一步比么一小撇了，那么弄这个一小往了一小撇了，那么一小日了一往了一日了，底下一小撇了一小低了一往了，那么一日了再是一往一日了再是一小往了一小往了一小往一撇了一撇了一撮脚。我没回来嘞，这意志力到底有变了哦，这个是在没哈。一个穷人，一个穷贫穷的穷字没汉子。哎，第二个，第一个嘛，哎，他一滴了，两滴了，三滴哦，一个三滴水。哎，那还不比嘛一挖了，那么这个一撇了，里向嘛一挖又是一挖，两挖又是一挖，两个头。这个是咱没汉个一个黑破天要个鸭子没汉子。原来是一个穷呀，汉子啊！乡里乡我上次到了，你怎么喊？到今朝来这么夸人啊？干嘛给人一个穷呀的事啊？乡里个上面孔还到红气嘞，那是好得了，不过打个穷呀拍拍的啊！这哈大哥哥，你一个嘞，拍拍拍拍，把你靠台没发动，就是讲地台对吧？这一位是儿媳妇，哎，这女公子，嘿嘿嘿，这年纪谁了？啊，你问到这年纪啊？要不我啊，你问到这年纪，你要去问叫贝达。我拿去问贝达，真记得。哟，你高兴不到老这地哦？是哪个年纪不要贝新娘啊？哪个年纪不要贝新娘？其他也问叫贝达。哈哈哈哈哈！一定要听讲。哎，这今年女婿噻。你错过了贝新娘。啊，听叫名字。哎，那个名字叫武昌。武昌。哎，哪一个昌？武昌昌的昌。一个从昌隆出来，阿哥听见双儿江陵好的不够听见的，那那一个弄这个重要出来，那这些的美要也弄出来是吧？啊。请问两位师兄，你们几位领啦？也从啊，杨茂中间上个门呀，啊，个阴阳的，啊，那王郎要要吃些几个药？杨勇啊，哎，大伯好，一口里都也不懂的，过来的阿姨眼里懂，是领老们都阿姨儿子。啊，爷爷夫妇，阿姨你们家有儿子啊？是啊。啊，要分我两下，挨着你几个礼包他。哦，啊，这里空空如也，啊，屁呀，很吵一个哟。啊，干嘛空闲的？啊，不如有些辈呢，你到头里不严谨。啊，当然你们看了，人家讲有些辈出身，当时嘛，你家是个福气，不些辈么空闲的。那刚刚到底遇到呢？到底那个谁人不咋好啊？到现在有点意志能呀，都是个啦。请问两位师兄，你们在西方可用功夫？哦，要不啊？要是你要从两方面讲，希望用功的，用功就不得了啊！哎，你要从我专门对对对，哎，你们专门做做西，哎呦，好。朱门对对啊，朱门做事到朱一门培养分一句好的，一个么朱门对对，一定个对中好的，大家听见听见，大师兄，我的瓜子来哟，要的预购上礼，请师兄对公下礼，我看你是我放魔钩来哟，你黑位的啦，放魔钩来。什么是这个让利啥个都让利呢？江陵一口啊，天津里乡有两口每日肉妹啊，跟你过路的为种个作小的作的啊，只好做这是两样肉类吃让利啊，肉具让利肉妹谁做飘香品，啊，永香可透了。江陵的让你吃的美好，罗妹虽做飘香品，罗妹们是红妹，罗妹，把妹妹会集中了。
啊，至于做偏乡亲啊，有个乡民是过来听乡破病，到五道的谁家出呀？这个阴宅把你逼错他了。老妹，啊，谁做偏乡亲？啥叫啥老妹？啊也嘛啊，当日地里毛来吃个红梅了，老妹，啊，这个叫青梅哦。哦，娘冬天青萝卜分当嘛，那就挂本挂出来。啥叫啥水做主？要么天上来你要说够了，哎，一屋抛出花子要了水出来了。哦，那叫水做。啊，啥叫啥飘香云？要么啊，怒吼地里个香云美出来的啊，飘是一飘，要飘香云。用是谁呀、啊？吃住了还要喝些吧？在外面说，啊，李老板，见你你了，手机提吃起来，嗷嗷带阳台地里个巴掌，扣啥哩？立马见你你手机提，我们巴掌扣啥哩？那个我谁个跑着的没吃过谁做？啊，我带上，我带哥个党，把给哥个党来，一日要么吃党粽，就不吃水。要想人们我带上带来母狗来吃了的。李龙子谁呀？吃过了？只要我带人，计较了。啊，你嘛啊，叫老卖了，谁做了飘香的？熬在个八卦古道来木工，将令停止分动摇。答应在那旁边一听嘛，那位的，他头面坐的哪不能想出来个的？我是卖动的，这个这样么子才是吃个么子来个？可是我真是祖祖老老干，你都是要再吃各种物理呀、啊？那个，我来杀杀小米子吧，张英子都来。江佩仪，顾家，我家大公子是狗下里对的人哈。啊，为啥子了啦？我听着动啊很动呀，啥个雷木狗了，我不动呀，那你这是恨？好在哪里？我家大公子爱让江佩仪是一个亲夫啊，啥个狐狸当中爱让我亲夫啊？啊，真记得他的下令本是这当雷蒙狗。嗯，江佩仪口人记得当初与一个江博士他为父亲正临阵的红梦下的这当自己不不仅姓狗雷蒙口爱让江佩仪是一个亲夫。不用带童儿看看，哎呀，各个童儿哈在你一听呢，已经把你给他出去个事了啊！不是给他雷某狗，当初为一个江巴子，为父听证啊，临证个父母啊，这不给他是一封不信信狗雷某，各种关于一个叫江巴子，你们都听过。他是与个八岁时真正勾结的那个部门亲夫，与那些说别人怎么被发现大高农是乡弟子的宋丽丽啊，八岁的汤为民高，那个部门绝对是亲大弟啊，江巴掌的亲夫，应验是误导你定江的是江巴掌。好在你，不如那个按你们我不讲你都是的。为子呢改一改嘛，我大爷叫你做水师，按个师嘛一定做出来七条玻璃的了。哎，让你改一改，那个水平还不够。那么我话对人要对人懂儿子不可以，但对人阿斗，大师兄这个下里做得好，我话是不太对。我你再放木狗来，我要放木狗来，那不灵呢。
二弟兄。嘿嘿，杨父啊，小弟要替你年师一岁。对的，也进步放女姑爷们的。那是要放女的。哦，他们叫什么？这个，哎呀，啥个叫什么呢？就拿眼睛们一个来叫什么吧？也看个当中过一句话。相夫的个胡椒怪多了，一年四季个胡说些胡，现在是讲个冬天的当中个胡啊，一幅胡毕竟盛大的那幅之胡啊，那是将毕竟会的。等下，毕竟都是我，毕竟是娘包中吹的。啊，嘿嘿，也对，也对。哎呀，杨母啊，你别心着，哎，这一种气息也一会就不得有。哦，你告诉他，听教了。杨母，你听看记得啊。牛做丁呗，丁做大郎啊。一听第一句，但说的蛮好的，你个才人好在。要做听的兵说党请教言下去是如今一忙不忙忙该局已经出事满兵的孩子有顶一忙不忙嘛要做顶得一个顶你告诉有顶也是一个顶啊总的中是不得的有顶不同的一往不忙嘛请教言下去请有做顶得顶做大难啊你这个句嘞请教言下去请有顶一往不忙忙忙下去啊你究竟在顶住他们有的一往不忙忙你究竟在顶住他们有的他好可怜呀金你王被他来吃的那个他们家哪个也记得我我的都不吃了一点一口我饿离了了叫你来帮帮忙吧，根本我又把黑米勾来个了。哎呀，娘们，微微睡叫你勾来，这对面倒的也是聪明的，一下娘看你都，一打看你都没让微微睡。这么多少地的看你都没来弄见你这里看呢，叫啥你弄打米这里看，啥都不听呀。哎，有的爸爸妈妈们有帮帮忙，帮帮忙，今年就过来帮帮忙。放不好这里快快洗头嘞！这姑娘嘴怎么那么擦擦擦擦老坏呀？嗯，那个，哪个过来着？家里老人啊，在你这里妈妈一年里，哎呀，去大部队里上面设置老的，但是我会帮忙，来么不来，来么不来。哎呦啊，老的哟！啊，我真是哭了，我心呀。淫下去啊！你在下，要不然别下去的呢。我听讲啊，安吉呀，娃娃啦，家里听这个电视剧发动的啊，这是我不是的啊。哦，听叫年下去啊！对，俺们一句是接出来的哟。熬出的也那皮皮香。哈哈哈哈哈哈！讲一听，搿个意思，我第三句嘛听得不懂啊啊啊啊啊啊！再过来狗眼的啊，上面一句是干衣服领子，熬出的来皮皮香，不同。一地落出，但晓得不？东里向落来个垃圾，一句一句看不得，又落大锅个，叫一地落出了。哪里弄是凹出地来嘛？屁屁香，那个屁屁在里面的香啊，根本不同。哪么看个动物拿来给？哎，你南京来的，得等这个动物老师哟！答应得了这个，一天哪么也记着我。
这你都得忙忙，这个三句再不严谨呢，为了第三句得发几张纸地上个么子吧，这个难办法是你什么其实你都得一个第三句上么子呢，其实没听上都得了让信你想我饿啊我饿，为啥子你到屋里想分在这个哈刷了我周书带带不来日子，一年就我饿啊我饿来个到屋里拼死我那么哇哇哇哇笼子听上的当年爱心多了一只一下去那里的为什么来帮助忙吧相信你来个谁啊大家可以对顾家顾家儿公子年事一岁几十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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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盖着我放在里有顶一望不忙嘛，可是有灵一望不忙嘛，一样盖太个那个哈。第三句怎样？这第三句，我家二公子实言不听，哎，江太极听不听透，别人身为不多，哦，我是听得听透的哦。我不得我牛下那个谁你那个哈你生个不懂是要死你让各位哦你听得清朝人的什么人他年的美化够计真称头哈哇哦哟把你给什么呀你这就叫美化够计真称头这个恶你个神人恶的哈那好了隔三声音替那个道理拼死我一样的声音是道理有道理谁那个去那个道理拼死我呢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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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那是下笔称的所以这是奉承你分当为称的了拉起来了这是奉承实在我也对着那个东儿了现在对着暗吧二师兄不要哭了人事也最急着好啊啊太大哎真的太大当真啊你年龄了年龄里的哟呀我啊你不写的哟哎这你心中的汗能用不准哦哟哦哟你别再来了心中的汗要哭美如背个背东而写这个两个手臂隆隆压死去挂的要进一道所送上呢给他说叫拆卡住拆的看见嘴巴当这个将领呢给他拆靠着送上来的礼服之余啊像他一个不不的没喝不香也中啊哪里个气氛那是你光还进门楼进你进你拍的门你你也别发进楼你带你拍的哪里香了啊个吃了尾巴滚了哎你拍的阿姿哟师兄那帮熬呀门呢没我里下马鱼啊几个你了啊几个奴啊家里平时发动呀发个几个你了几个奴是的当然来辨明吧这门的马鱼几位公啦几位齐真啊你们会是个你子了奴们亏心是个几个你了几个奴哪么家里明白家里奴人不我这里三个女子怎么难说法呢那里一大大里都是我们这里三个女子两杀了四当中是三个女子啊太熟悉那到底么动着了有一个好动儿谁的美好我告诉比谁都被动儿的不是被的要批评说起来想他有望空走走不么给当是你自哎呀说起
大爷该举卡起门里做总动，小弟们一夜一日子一狗都没有、哦、我们得胜得共小处也不啊你问一下牙齿做废呀废为好一点好喂我可能为了耍好呀不是你当不能不下下好哎呀不能一下不能一下你老弟装好我也装打算一下这狗嘛我就是这个人啊就是不没有放看嘛不用做废找回来死他里呀哎哎呦哎丢啊丢了啊哎呦叫后后生处置啊风采极柔哦这够那耍不几口了也中啊能不动就会错了没不理不理给个够口了打不好动的什么呢在家里妈妈没法做性格你都两个人走的不动的那个的一句么子啊让母里都两个的是中上怎么里都中上哦呢我何日里都两个的我也是中上的呢怎么没还为什么去了大家都是中上娘娘都中上我来当车的江佩仪哦好了我也是大概总会陪的陪的逛逛吧哎呀大昨天逛逛一塌糊涂的啊顾家江佩仪不让哪里呀啊我乃是四处哦四处人江佩仪哎第二份代言听见啊什么四处十月空死东侧既你可以离黑而侧空死中央地哎呀那个同儿嘎子多的一个的也够得多起来什么还有点多的一多呢你们呢你四处处理下呢你做个染壶个套样的月亮嘛还是东面出出来了还是西面出出来当然中国的是东面出出来的了这么做个打个染壶呢先滚嘛靠鸡嘛底狗嘛接这个还是一样的呢这个当时才是一样的 啊这些人都哭起来养出来说哇哇都是么刷然后人给刷然后个客人了鸡嘛压着俺第一个狗嘛压着俺第二个这没还是真的嘞顾家江佩我们四处的嗯十月嘛一日冬春哦哎鸡嘛一日哦哦哦已经上次当了孩子呀那个背也种出来呀那鸡们哦哦哦啊拽人们一日哇啊啊啊的一口的说说到出门啊你这两个走的一口口今天就俩也是贵气按门的我杀鸡在哈欠他不来这个聪明呀说说到出门一日呜呜呜我的叫的夜中啊夜不飞夜的叫的没人哎呀是啊这里为啥呀这都不呀当时你们得是贵族啊哎呀家里想不得啊你知道吗哎呀这个东西让猪肉牛啊啊好有那个东西还打的家里的五六都来了放在那个两只搓出来了是搓的温下的你是七家家这个字里打出来后生秋之风采肌肉你老师们在给我打老后养个狗出来风采肌肉风光三十代不出来不是些风光在你上上个小鸡啊你是后面家家打出来你微风过大了你打家一个东西选了一个礼拜好顾家好的两位师兄要你见高子了要不记得如此大方啊你比第一没见中高子江陵哦哟你要冒中去你哎呀这云这云嘛哎这去年差不多一起变没了你不装过呢你倒是个松卡江陵哎呦见出来呀哦哟房间库里忙着老师出奇嘛气得不得了
可是我没晓得是去龙江的。来以来辰光，天杀之人忙着忙去出去，真的三阳要来，你一定要告诉你。根本呐，然后再出去，再打包，再拿杯子再出来嘛，自己想哇啦哇啦哇嘿啊，江佩仪回来，江佩仪回来。啥人回来嘿？把你做了一口咱们牛这个东西，你方才做了我狗脚，我要做了我毛脚，要不做啥人啊？好，顾家好意。江佩仪，以后告诉分得懂哦。好，你真家做起了。好，你方才我与贵某做了我出脚，我等着你家军人回来，我要告别你家的军人他了。哟，我要猜着，石头也该做这样要，哼，该说是这样要是害的。你自个会分明吧，弟弟不来听听。江太医，哎，你是的，等我叫相依回来也敢等我叫相依。是啊，只要人得等相依回来，我也敢等相依。好，你比我难了，你告别什么？江太医方在宋江，后生出自奉太之道。主公。哎呀，你哪会得晓得个呀？啊，我放在心里想呀。哦，我个脾气，我啊是理想刚子出来，不理亲戚，怪不得你做了我舅舅。哥哥同儿你啊，该是义薄的黑吧？让帮我子人到我家是中山来啊，搁两句里还告诉，一告诉我是我头上的锁门打破了，我不是你老师提拔起来，那是还我嘞。顾长，江太医，方才我一时的糊涂，这两句被你听得了啊？是啊，这两句你认为呢？不要告别啊，不要告别。嗯，看你没走嘞，俺在讲，你不讲，我还会得讲的。江太医，放心别了，只要你明白，便是吕布将领。好，要等我明白。哦，是是是，明白了。什么时候告诉我？不要等到你老师走了，你再告诉我呢啊！好的，先接下去你吧。不是人之不理，替我人之不不呀。把瑞做磨上一对老三人生好好啊！这对老三人生啊，我们要孝敬老师的。今朝来唱是俺一个好啊，老师不用孝敬了，孝敬这个师兄吧。我对老三人生拿出来，说话说话说过来。再过来，姑娘，这水水东西用不着你啊，我送与你啊。当年这道水里像一抹嘛，哎呦，一对老三人生，干嘛还要弄呢？不客气要弄的。我还是推想的那个一打，想这个推想，这么也比相思灵快，精神不寒，让我吃得人生的补补，哎。那么大伯和老子个代人生嘛，阿陈忠高是第一来吃呢，是高。第一次把那大队夫妻在抢来吃的。大伯和姑娘，我代人生全部在高上老伯姑上根子姑娘熬吃的呀，里头多来出子有气的呀。过去辰光嘛，不靠是要追来，都是江太医。好了，不要告别你家人。江太医。你下次见我也当兵了。我抓住说姑父那个东儿来嘛哟，你不晓得你当八号那么当年把推向梅林相位啊。